突然間追到一班女人喺度，點解？頭先唔覺噶。哇！好 ，set 啦，馬師。好啊，好啊。係啦，又等下先啦，可以又等下先。咁啊，講下咧，其實咧，阿博咧，如果大家咧即係追開佢好多年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其實佢係咧夾 band 出身嘅。係。所以當年咧就叫做赤子。Yes。我咧都同佢咧係相識於當年嘅。就係因為你一路追到而家。我做嘢識得佢。係。嗰陣時喺電台噶嘛。係啊，嗰陣時喺電台。仲要係一個爆炸頭嘅姐姐嗰陣時。係。呢衰嘢唔好講啦。哇！講個經典啊，真係當時我見到佢嘅時候，我就哇！就係呢個表情。我一不可再，你知唔知嗰陣時個頭？所以冇教咁多嘢話俾大家聽。正啊，係得我試下先嚇。好，係啦，因為跟住落嚟呢一博啊，準備要為大家演出啦。今日亦都揀咗兩首歌嚟帶俾大家嘅。係啊，大家都知佢即係唱得又彈得，兼且做戲都好得嘅。有睇得啦，呢個最緊要啦。唔係。係啊，點解個眼珠可以咁大嘅？我只不過只公仔嚟嘅啫。其實你問呢個問題，會唔會我問得你兩個隻眼咁大？你有冇理過我感受咧？咁又唔好成日攞嚟比較，咁樣做人會唔開心嘅，係咪 OK 啦？已經 OK 啊 ，OK 啊，你掌聲張賢博，我已經慣咗佢哋啊，喺度 click 咁啊。大家好，我係細寶張賢博，係啊 ，Hi， 哇，好開心，俾掌聲嚟聽下先好唔好？哇，大家都真係好支持啊！我哋嘅本地嘅音樂啊，係咪？其實咧，今日嚟到咧，我覺得好感動嘅。首先就係、我重新出發啦，亦都係同咁多嘅歌手朋友一齊去有機會一齊唱歌俾大家聽。咁而且咧嚟到一個沙灘嘅音樂節咧，我其實有好多嘅回憶嚟嘅，係啊，因為我記起我剛剛嗰陣時啱啱出道咧。係，亦都係樂隊啦。係嗰陣時候咧，亦都係試過喺一個沙灘嘅音樂節嗰度。咁雖然咧而家係得翻我自己喺度啦，但係我覺得我喺度嘅嗰陣時候咧，成個火熱感出翻嚟啊！其實我好 rock 嘅，其實我係好 rock 嘅。係咁係啦，咁所以今日咧，我都帶咗兩首作品出嚟，係因為咧。剛才啱講緊嘅係我以前係樂隊出身，所以咧，我想首先唱一首我喺我隊樂隊裏面嗰陣時嘅最後我哋嘅一首作品，係啊，依首作品咧亦都係俾我喺我嘅後面，即係我離開咗樂隊之後點樣去堅持自己做自己嘅音樂嘅一個原動力嚟嘅。咁亦都好多謝填詞人啦，李俊一先生啊，喺依首歌。咁雖則咧到最後咧，深刻我哋都依首歌係冇出到街嘅，係咁希望大家 enjoy 依首歌叫《求生》。假使你变做独行河外家，倾刻有恶浪来袭孤舟，将快沉下，在最坏处境祈祷不错吧，还是本死一拼命挣扎。要是结局赢不到，但那斗心天会知道，能活出心天，那个神会降火，可飞上更高。在你生死一瞬间，仍拼命的挣扎。憧憬是最大筹码，深信可找到求生法。要拒绝下沉这手脚，难再放慢满泻的勇气，逆境中爆发。
刹那四面还似火海，黑烟与赤焰仍在倾刻把你溶掉，若带着信心奇迹可再现，仍在千钧一发中断气，要是结局赢不到，但那斗心便会知道，能活出生天那个神会降火，可飞上更高。在你生死一瞬间，仍拼命的挣扎，憧憬是最大筹码，深信可找到求生法，要拒绝他沉这手脚，难再放慢满泻的勇气，穷途上被激发。在你生死一瞬间，仍拼命的挣扎，憧憬是最大筹码，深信可找到求生法，要拒绝下沉这手脚，难再放慢满泻的勇气，共途上被激发。送俾大家求生，我啲手指都要握握下先。謝謝，係啊，咁係咧，首好有意思嘅歌啦，係因為唔知頭先有啲感觸啊，大家唱呢首歌，因為以前咧唱首歌嘅時候咧，係總有幾個人喺我，有兩兄弟喺隔離，係啊，咁係啦，因為我又。咁而家啦，叫做一個獨立嘅唱作人啦。咁喺我嘅樂隊之後咧，我又重新開始啦。即除咗我拍劇之外咧，其實我都係一個好中意唱歌、好中意玩音樂嘅人嚟嘅。係啊，我唔係廢青嚟嘅。係啊，咁係啦，咁亦都希望即係我覺得音樂咧係可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咁係以後落嚟咧，咁亦都有我另外一首作品。咁呢首作品咧，亦都係陪住我去經歷過每一次嘅難關，同埋俾我自己去反省我自己究竟每一日咧係有冇盡力過去面對自己人生嘅。咁送俾大家呢首歌，係堅持。喺首歌之前咧，要 warm up 下，要拉筋先，係亦都。因為今日咧，啱啱朝頭早跑完10公里，係啊，馬拉松。咁今日亦都今日係我第三個 event， 所以咧要有啲體力。係好。得唔到那結果，始終也未知那。最后蹉跎徘徊几多，激到转头又是写我诗，我要确切坚持大志，纵使得到那结果始终也如烟，到了历尽艰难时几多，生死关头亦见知我可，每次也会超越限线，来吧，来爱上挑战，生
失时起点哪有公平，生如苟且想起那串激情和字、yeah, 所以坚持不限则停，抓紧每秒分时，不如起程开始哪有早前和字、yeah,这叫坚持，运数这要旨，即使多失意，不屈的意思，怎么怎么怎么不可以得到那结果，始终也未知，哪怕最后蹉跎徘徊几多，极度转头又是写我诗，我要各自坚持大志大志大志，纵使得到那结果，始终也如烟，到了历尽艰难时，几多生死关头亦见，不知我可每次也会超越限线，来吧来爱上挑战，那过错那处跌破，我要超过，那个哪个哪个抗拒要抨击我，我信任我可吃尽痛楚，怯懦跌多有万劫亦要闯荡，得到那结果始终也未知，哪怕最后蹉跎徘徊几多，激到转头又是写我诗，我要确切坚持大志，纵使得到那结果始终也如烟，到了历尽艰难时，几多生死关头亦见，知我可每次也会超越限线，来吧来爱上挑战，来吧来再试一次，来吧来再去上演，坚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本地音乐，继续可以享受我们今天的 busking 之旅，多谢大家。Yeah!